一护甲，主席欢心，十三公主。十三攻速的剑魔，那一级咱们一级要跟他硬换血的话，就得稍微拉扯一点，因为他这个血线整体还是很高的。你喉咙里卡着什么东西吗？因为你听起来好无助啊！哎，帅气。谁呀，这不是被他预判到 Q3 了，不过问题不是很大。我已经吃了药，打架就更厉害了。这边其实正常来说，把 Q3 扭开，咱换血就血赚。别烦我，最后这 Q3 吃的亏了一 Q。这其实是征服者凯旋欢心坚毅不倒复苏坚定，复而是攻速攻击力护甲。交给我来，这边抢个三 EQ， 哎哎哎哎，顺人。脸毛的畜生！哎，完了，让他 A 了一刀，回了口血，我操！这波我必须得闪了，要不然就得被塔打了。那这波叫闪完，距离又不够。来抓我呀！没想到吧？世界很残酷的，你要么坚强。要么去死！哥，看你怎么发脾气。以为自己能跑啊？这 swapper 不？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可真的假的？其实给我好了。这剑魔主要是兵太多了，他顶不住诱惑呀、哎。这么多兵，他肯定是想吃的。要命啊！我爱死这只蜥蜴、啊。这么多兵的经验，忍不住啊，他把控不住啊。哎呀，这把只要为人不飞，随便打。这些小刺客都不怕，主要就是为人，百分比真伤，后期还灵活。我的地盘从我的脚下开始算起。巨九不太好，因为他家阵容都是高机动高灵活，唯一比较笨的就是剑魔，其他都很灵活。最后一件装备复活甲好的，这一 Q。不，高尔别这样，高尔真坏，创建的都是混蛋。一 Q， 哎哎哎哎，一 Q， 你爆发很高，我们爆发也不低。一 Q， 嗯，看来一样多半已经到了。这中了。我知道你在听我说话，脑子，但我才不信嘞。抓了。多个鞋子，他没拿到我的人头，我才拿了一个。谢谢谢弟，高兴见到你。Scar，Scar，臭东西，胆小鬼。是我天天坐姿有问题吗？压血管了。
这手又开始跟昨天还没这样，就跟之前那样，就是整个手都没有劲儿，操！我感觉悲阳寡妇在中路呢。嗯，他肯定溜了。没带武器的人说的都是废话。不敢出来的，现在又突然敢补刀了。这剑魔没带骸骨的，咱们一套其实就能秒他们，一千血一套就能秒。这些 R 骑手。就一个草鞋都躲开了吗 ？EQAE，AAA， 再 A， 再下马 Q。大招判定真得加强一下。这一个 E 就拉开这个判定范围。这里的整块地盘都是我的。最明白的，他一定会的。等我把这些闯地盘的打成一滩肉泥的时候，他就会回来了。Scar，Scar， 臭东西，胆小鬼！就是这两天儿子丧心病狂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亲爱的 ，Shut down。看那 Scar， 我不用帮手。你要是敢再这么干，我就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。因为放松点，孩子，放松。虽然他们和我们一队，但不代表我们能信任他们。回来冤的吧，要你有什么用？你是个老六啊。剑魔老是在操阴，胆小鬼！不操，完了，我死了！啊！我操，吓我一跳！啊！啪一下子，哎呦，一个 Q， 哇、哦！给哥们吓歪了。我们干掉这些家伙之后该吃点什么呢？玉米卷儿，好吧，玉米卷儿。改日再来玩。哇哇，肉麻了，我操，这得挂个绝对贼闷气。操气，哎 ,QQQQQ 不到啊，生气。我住在杀人镇上的完蛋路，哎，你不用 A 那个盾也能反弹呀、啊，哥？还是他只要放技能就会反弹？别把马库给弄皱了。他得 W， 得用啊，用碰到单位儿。啊，他就自己弹，他会自己弹是吗？自己弹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是主动开一下吗？他第二段不会再自己弹一下吗？他自己弹就是自己转圈儿，碰到物体他就我懂，我懂，就自己返还盾了哈。被害妄想根本就不存在，你恐惧的事情随时有可能成真。没法打，那是上天堂，你打在下。冷静，小妞，你接着跑跑看。又来，嗯，把你勾过去。两级反转。当心！看好了！上！哎，不愧是猫咪辅助。我要骑进战斗里。我这不 EQ 低身没中。
哎呀，完了，我这手又没劲儿了，操！这胳膊就跟，就是我这动脉可能是压着了。你在抱怨什么？我已经把半个排的人都喂给你吃了。要命啊！你差点搞死我们俩！啊！浴池间。新仇旧恨，一起算。哇操！这一波起飞了，兄弟。我的玩具是手枪，我的工具是混不过了。哦，时机刚好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不困，你可别怪我。身为恶魔的无耻，他一点儿也没有啊。混账胆小鬼，等我骑过去宰了他们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能来什么？我想吃个蛤蟆回点血。Wow, Scar, wow! 那给吧，那给吧，这手机，行，给了。打不了，咱家猫没用，挂去。只要你习惯了疯癫和焦躁，这破败，这阵容，这阵容破败没用啊！这阵容破败砍谁？这高八八破败下马就被秒了，这玩意破败没收益。天多蓝，地多绿，眼前美景与谁聚？哎，躲了个，他这个 Q 三放的真好啊！每波我都想预判，他都反预判我。不过没用，再有红 buff。我们之前聊的挺愉快的，然后他们就来了，不请自来。这把就算买破败的话，也得后面再做，因为前期先做的话爆发太高了。这把肯定是黑切死五完后引魔刀最后一件，如果缺误伤的话，可以考虑破败。这把咱家阵容确实物理伤害太低了，除了我以外，就剩个滚伤的 EZ 还崩，基本全是魔法伤害。破败可以考虑，但是他这把绝对不是先出的选择。脆。臭东西，胆小鬼！不，我非常肯定，我不是在胡说八道。哇，他说实话挺吓人的。我警告你，别抛下我！皮怎么能自己？问打吗？高就不。他这个位置并不好。
你个臭烧饼！哎，这没货。眼儿啊，你插个眼儿，那地图全黑呀。这打波家这个地图一个眼儿都没有，你看这全漆黑一片，我操！这不插个眼儿都不会被对面这样拉出来，太黑了，这地图是。我讨厌给暴力和神经病代言，问题是他们跟我很合得来。十五影魔刀破败了。啥子这？你有回血装备就回血了呗。对、啊，你有全能吸血、生命偷取就能回来呗。攻城战，好多人死在城墙上啊，真有意思。呀，别担心了。呀，有回复就回血啊。我没懂你什么意思，这老哥，他自己就有生命回复，我是，哦，他这个被动是被动上马回血，脚下生风，脸上见血，怒气够就行，更爽的事情吗？被动怒气够100，他就上马回血了。这是大帽子的瓜。别把马库给弄皱了。你可以来。不要！什么计划啊，策略，那都是城里人的把戏。我轮不太到呀。再打一波团，如果这波团再输了，我就去带了；如果赢的话，就跟着团打。不要想着理解他们，绳子扔出去，然后干倒就是。你打吗？抓住他们！上你哪儿也去不了。你还想埋伏街道呢？你需要放松。没想到吧？不要离开！鬼神是杀手，我在你脑袋定埋伏的。好，大龙感觉可以，你来上吧，哥，来中吧，感觉大龙可以打，抓的快。刚说，先拆个塔，先拆个塔，先拆一个，打，打十秒了。这有个维恩，来抓我呀！上，成功了！我才好晕，好伤！这是不可靠的王八蛋！卖，我只能卖你。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拿着拿着。没料，没闪，我不想把这个闪交在这儿。哎呀，这个大帽太吓人了，这是不得不买，不得不买魔抗，要不然这下马 Q 一趴一个 R 直接斩了。我知道有人在埋伏我们。要命啊！你差点搞死我们俩。别人竟然还不买魔抗，老 Q E 中吹吧，
他这不是没盾弓，你刚才中路交过吗？黄泉路上别崴了脚。你看，一下抓到你了，距离太远了。一切都交给伊芙琳吧。别再咬我了。管在这儿。不，上次有毛病，抽完的时候我才会有毛病。很痛吗？给我呗，要不然。操，你都有红了。Nice， 加耶克 W 放的真好，这两波连鸳鸯关键人。我走了哥，你上。我配不了。我不和人讲道理。我给克烈配，你觉得我俩说话像吗？给克烈配音的那个老师好像是配书他那个老师，就是两个老鼠开飞机坦克那个。抓你去了。没人会施舍你哪怕一毛钱，你得自己伸手去拿。没事。高儿，高儿，臭东西，胆小鬼。这个冷知识啊，是贝塔还是舒克来着？我忘了。不过，给佩列配音那个老师是给那个舒克和贝塔配音的。你就当这是请柬吧。这一颗比那个寡妇还邪乎。交给我来。EQ 一直接半血。我知道，但是他俩不是一个人啊。平民比那什么还好用呢、啊、谁不慌啊，我操，八个人头盔。刚才是你在说话吗？那个声音又来了。当心。我告诉别这样，我告诉真话。等着我呀，甜心。哎，打打怪兽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Scar！ 臭东西，胆小鬼！脑子万岁！高。对呀，他们刚刚印证了我们的猜想，不是吗？ Double kill。这他们也太狂了！来抓我呀！冲啊！我来教你碰字儿怎么写。这么无敌的艾克，那 EQA 一个 EQA 一个，我操！3000块钱，先攻直接拿了9个。你可以加速了。别把大炮给弄走了。对面就是那波小龙建模太急了，那波打不过了就。